也按多年来台湾的篮球联盟，等等 P Plus T One 也都组织成立，国内又再个许多方向。可那台湾篮球被发展起了一年头，听说要共同努力。客家姊妹呢，基本抗篮，努力保土，前线带大家来看到篮球生涯用不提努力安心。早在民国五六年代起时，苗栗就开始培养出了众多篮球的小球员，一道国中、国小、大班完整的训练，培养出了众多斩得的球员。一直到今，蔡体的泰屯国小、泰伦国中、韩国明义国中也都含起董仁杰的来培训基层球员，而为台湾的篮球界感染新的发展。建中男神脚下下运球，一群千款篮球的球员，当年的训练都也开始。球员今朝见传球当认真，不过以下无甚物本事，教练随球敌，教练太同白色篮球吹，让多年来打出好成绩。其中一个原因就同教练当年的训练有关。四年，我知道当天我们上练么打篮球的训练。喂。要玩兄弟，考技能。九位三星人的总教练连美丹，要拜拜带领好教的球队，打入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冠军战。民国121年，顺势得到冠军，不过打出太同篮球安强的队伍。连美丹用一句话讲：时间时间，休息爱时间。因为我就咩体育班咩。然后练球的时间吼，都无固定，真是大家全部都去的练球的时间。那这一段时间，我也要每位当加强的都体能方面。从民国60年代打球打到当好的练臂顶，用自己身上篮球攻击深刻的时期，他们将自己做学生的结合，没有篮球意识下，成绩美好。我其實觀察到，一年前是民間來做天天，政府投入基層籃球的資源卡少，教練接接邊度前資源原來是去，在邊度愛種錢，種菜閒買物嘅都做，土安困難嘅環境，佢都肯堅持，愛把學生唔是要受力，打出好成績。因为等接下球水过后，开灯爱同每粒篮球按好的成绩上续下去，见天神后场的和前面当道之念。规日的全部都也体育馆，啊，就阿哩环境当好啊哈。其实规日的全部都也当主条呢，阿哩苗栗县政府还没有补助，我阿条午餐的钱。太同国小呢有两只室内的篮球场，故说不管。不逢落雨，也是日头当然，强让学生的训练能够当日就可以正常的训练。防守，防守，球员相互鼓励，认真来对待搭配的练球。苗栗泰伦国中男子篮球队，也在国中训练强度比国小强硬加皮。也在从国小六年级上来国中，啊，其实第一点就是基本动作啦，脚扑，尤其是脚扑啦，因为。伊啊，三年呢，有时候看中到美国的比赛 NBA 啊，有时候脚步不乱做。篮球最按钮，尤其是运动，你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做。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看起来董仁秀没见欢呼，苗栗泰伦男篮教练抢眼珠，练习家下硬都讲唔得。托球员面前，佮唔单止系教练，有上司的每位角色转变，变做其他的阿哥。每天都会跟他们接触，所以。当多时间，我看到家己内心的一条情绪啊，像外可能他还有上可能像哥哥，但是有时候按不提，就会问问题讲，有问到嘛个有读到嘛个问题啊。民国50年代起时，苗栗篮球旗头冠天舞台上，其他的球员也一多年都变做专业教练，也得坚持这样式，石骨打硬，唔放弃嘅苗人精神，一推接一推，继续传递下去。学生们，把卷彩衣皮肤分子，苗栗波涛。